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哥。今天我姨娘在你家杀猪啊，我不用帮忙扯腿，但是我要帮忙吃饭，吃杀猪饭来了。后面正在杀猪，看见没？这会儿正在扯毛了。这段声音因为没有开话筒的录音，导致没有录到声音。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正是在垮毛，这一步是在扯这个棘毛，也就是猪背上的一个毛。这背上的毛是有很多作用的，可以用来做毛笔，所以杀猪佬一般都会把它收集起来。卖的话可以卖到20多块钱一斤。今天我也可能我也打死人把那干了的，不是去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打打吧。你不把桶带着，我都受不了。啥我用的？哎，不是你这些人不在。别碰你的。这猪啊，全部。到黑了。28斤。刚不出炉他们。28斤了，宝宝。那我就长好。他结果是买不着的。是不是？太细。是不是小车松？一拳我那后上儿真多。上来从箱子清两口子炒回来，关键都得弱了。你说我一年，你说我一年，快！那不是你最近的？好嘞。那是什么手？那时间是公家吗？这边是十斤啊。那时间叫菜的吧？你八十斤。十斤，二十斤。啊？八十斤。羊羔，毛子的你是白板啊！肉肉上桌，猪血、瘦肉、猪肉，你看，